张林一，27岁，山东师范学院幼师专业毕业。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张林一，来自山东德州，现居福建厦门，是一名幼师。毕业以后也没有从事幼师工作，因为从小学的是古筝，然后一直在带古筝课，最小的4岁，最大的40几岁。虽然学着古筝，但是内心比较狂野啊，所以用偷偷兼职的钱学习了舞蹈，一直到现在都在从事演员舞蹈专业。谢谢。好，欢迎你林一，欢迎来到为你默读。好，谢谢。好看是真好看，邋遢是真邋遢，你怎么会穿这么个鞋上来呀？一会儿有那个才艺展示的时候嘛，就才艺展示需要穿这双鞋展示吗？换装比较方便。这可不是理由，因为你要是在舞台上，它首先先呈现出是你的职业化，那你讲后面的理由不代表你前面上台穿的拖鞋来求职啊。哎，我发现两位女士好像对女士有一点偏见啊。哇，这你怎么点评呢？我就觉得很好看嘛。那你绝对不专业了。来来，我觉得这是要专业干嘛呢？第一面见到好看是最关键嘛。不恒对女生穿平底鞋情有独钟，是因为你的身高问题，是你的审美有问题。我觉得朱涛这个建议我们应该吸取，就是虽然有情节的需要，但是对自己的着装还是要更注意一些。特别对，因为林英就是你的这个随意让别人感觉到你要到职场工作的时候你也会很随意，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职场心理暗示。明白。来聊聊你的经历，学的专业是幼师。对。然后古筝是从什么时候学的？从12岁，因为从小比较调皮嘛，在家经常是拿着扳手去卸螺丝呀，爬墙爬树呀，然后我爸妈就想让我在琴棋书画里面学点东西，然后很多乐器学了一圈，就觉得古筝最简单最好学，可能自己也比较喜欢吧。然后就一直在学，初中开始就是会做老师的助教嘛，教比我小一点的那种。在我们那个工作室的楼上正好有一间跳肚皮舞、钢管舞这些，然后就在楼下上古筝课，然后去楼上做学生学舞蹈课，一直到自己完全毕业独立有经济来源以后，就跑去北京找专业的老师又去进修。现在你是做什么工作？就是一直在做演员演出，就全国各地到处跑巡演。哪方面的演出呢？舞蹈演出。舞蹈商演。商演。对。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的一份工作是助理。对。什么样的助理呢？传媒类的吧。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吗？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老师助教，然后到毕业以后我自己姐姐他们就是做公司嘛，比方说他们做比赛呀，做一些演出啊，有的时候请一些明星嘉宾，然后演唱会这些，就我们会跟在他们后面嘛，然后帮他们打理啊，有时候送文件啊，接待呀，礼仪啊，迎接啊，这些都会去做。我还挺好奇的，刚才你讲你的经历，你又热爱舞蹈或者是表演，然后又有天赋，学得又快，对吧？为什么要转行呢？不是在，我看你很多的经历都是参加比赛啊，还得过选美类的一些奖项吧，那怎么会去从台前要走到幕后呢？我是觉得之前嘛，台前跑得太多了，一直就处于那种比赛然后演出，比赛演出，就是有时候感觉挺累的嘛。那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比如说你以前学这个学那个表演啊跳舞了，现在要做助理，那你下一步想打算干嘛？我觉得就是说比较有发展前景的吧。比如说什么是有发展前景？就是传媒公司，再往大了讲就是说自己也可以独立的撑起一个公司吧。我是担心你好像是做什么都新鲜几分钟，然后又换一个，想挑战，想自由，想不断变化，寻求变化，但是没有长性。那不是，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会一直坚持去做，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挑战性了，我就不喜欢了。然后如果你让我一直在这个阶段里待着，我待不下去。那我听着传媒助理更没挑战性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挺有挑战性的，助理的工作升职空间也会比较大，而且能做的事情也很多。我们一开始在说他改变或者兴趣或者挑战，后来我会发现，你看，不管他做老师还是做舞蹈演员，
还是他去各种的这个兴趣，其实都源于一个单词，叫自由，对吧？他在点头。助理这个事儿做下去，朝九晚五，或者天天要陪着别人，其实不太自由，我会担心他的坚持性。嗯，就是首先啊，我应聘的时候，我那个选助理嘛，也是那种，怎么讲呢？老师，你可以交给我各种任务，然后就是可以不要去管我的时间呐、地点呐、你让我把任务完成。那你要完不成呢？这个稍等啊，各位同学，就完不成就按公司规，那个，比方说你完不成这个业绩，然后扣了你多少？因为我们要做工作就是要赚钱的嘛。我觉得你对职场是没有认知的。对，完不成完得成啊，先搁一边林一。你刚才说，我希望你把任务交给我，你不要管我的时间地点，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